大家好，我是香港金牛杨瑞奇。大家好，我是香港金牛的梁教华。这是第一次拍宣传照的经历，其实蛮好玩的，因为大家除了一开始正式的照片之外，好像现在他们也在拍一些比较轻松的搞笑的，所以感觉挺好的。时间越来越紧迫，那其实心情也非常兴奋，因为其实我们7月2号都打第一场，其实我们提早了一段时间去训练，那希望我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这样。练球也练了一段时间吧，所以我们都想快一点，那比赛开始就看看我们练得那么辛苦，然后打出来是什么的感觉了。我们其实每一天的训练让我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融合，而且友谊不断上升，因为大家都是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这样。香港金牛加油！